玩水晶，你看玩到山上来了，就是为了看这个水晶，这个是蓝色的，很多人，还有这块呢，我这块给你们看的，这块是雕山海浪的，我们这个，这个是会消灾免难的，如果摸一下，每个都要摸的，摸的哈，这个消灾免难，祈福 ，and any 祈春，消灾免难 ，and any 祈春的消灾免难，这个要摸的。因为我每年呢都会上来这边摸一下，摸一下。还有这边，白云姐可以帮我们点。还有这个呢是财神爷来的，泰国的财神爷，这个是泰国的财神爷，也是对生意很好的，招财，刚泰国的神。